欢迎我王姐，下午好，欢迎大学妹啊，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王姐下午好，王姐，今天下午没休息吗？欢迎大学妹啊，下午好。来，我给王姐打个招呼。王姐到家没有？王姐，啊，你刚才说在外面，现在应该回到家了吧？ 家确实监控安全啊，注意安全。那个，还没有吃饭吧，王姐？有很多货，就是我之前给你讲的，我看不上，我也不会给你发图片。你拿回去不赚钱的，我都会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你不能赚钱的东西，除非是你需要我去给你代购。你要让我给你找货，首先。 我的能看得上，我看不上，我也不会推给你啊，王姐。小张主播，下午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大水准们喜欢啥货品啊，王姐，拜拜。还没有到家啊，王姐，行，你多注意休息啊，王姐。欢迎大神们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咱下午这个。 货主比较少啊，大神们有喜欢啥的，啊，你们可以点菜，我给你们找找，啊，只要你们喜欢。下午好啊，大神们。来，老头放肉吗，老头？下午好啊，大神们。 这葫芦的手链也非常的漂亮啊！欢迎大神们，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啊！老玻璃，老玻在旁边呢，欢迎梁哥，欢迎我梁哥，梁哥下午好。 老伯在这里啊！啊，梁哥好。嗯，大神们，下午好，8.0的一个长度啊，宽度6.1啊，8×6的一个啊，哈哈哈。下午好啊，大神们，看一下这蛋面，这种水非常漂亮啊，5颗蛋面。 喜欢的可以给你们放肉，大学们，这一条一个蛋面随随便便卖100多，再加镶嵌，来，今天放肉。
450，喜欢扣5。看颜色，看种水啊，很干净啊，大神们。8×6的一个蛋面，厚度卡到了3家啊。欢迎大神们啊，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啊。老头放纵吗？老头站在那里搞鸡毛。其实这个可以，这个价位不对。这个吗？哇塞，这个漂亮啊！这1000块钱。1000啊，这个确实漂亮啊。这我觉得就是我能看得到，我才把它拿过来。这个1000块，这个确实可以啊。很冰啊。5个，那是零件呗，不是一收。这个色确实很冰啊，很漂亮。这个1000块确实是个大漏啊，大神们。17.7的高度，宽度25，这不是滴滴摸摸的啊，大神们。厚度达到3.5啊，这个确实是大漏啊，这个1000块啊。大神们，25的宽度，17多，接近18的高度。大神们，像这种货啊，现在如果再大一点，都要4000-5000一个；再大一个尺寸，都要4000-5000一个。现在最近料子涨得非常厉害啊！这颜色、这种水非常漂亮啊，大神们，这个1000块，有喜欢的捡漏啊！这是大漏，欢迎大家人们进入直播间啊！下午好。还有这种马鞍具，还有这种套链，不灵不灵的啊，非常漂亮。不灵不灵的，是不是？欢迎大家人们，老头来放漏吗？老头，啊？放几首。欢迎大神们，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我去捡了个大漏来。嗯。这全部。Oh my lady。全是佛光啊。40个。漂亮啊，种水颜色都很漂亮。41个，5个是银镶嵌，镶好的。对，全部在一起，10000块钱。哦妈嘞，这真漏啊，大神们！有没有感兴趣的？41个啊，大神们，这颜色都很漂亮啊。还有5个银镶嵌的，41个，大神们，我给你们卡一下尺寸，大的给你们卡一下。宽度20.9，高度16.4，厚度3.0，再给你们卡一个小的，小一点的啊，15的宽度，高度12.7，厚度3.0，大神们，这是个大漏啊。41个，大神们，10000块钱一个，200多一点，是不是？这是大漏，佛宫光雕工多少钱？大神们，光雕工100多，还有料子，还有铜台，都要有费用啊！大神们，41个，10000块钱，喜欢扣一啦，这是大漏啊！还有手上。拿到手上看看，可以的，这可以。种水颜色，颜色可以，可以的啊。这个、关键这个价位能买到这个品质，对，可以。大了，哎，老头来了，这楼外边，楼外边。大神们，你们看一下，整体都是这种的啊。颜色、价位都非常漂亮。
大神们都是这种的啊，也不是滴滴妈妈的尺寸。大神们有没有喜欢的？41个，10000，喜欢扣一啊。41个打包走啊，还有5个银台镶嵌的，大神们。来，老头放到吗？怎么又跑去拿什么去了？来。我操！老头发情了，老头。老头的第二春又来了啊！性感的。对。来打包来。四对大包。打包多少钱来？单要一对是400发。这就两对嘛？什么四对？那两对呢？要一对480，要两对多少？要两对是800。要四对呢？四对2000。我靠，越要的多要贵吗？妈，两对800，四对是1600，你四对2000，你瞎整，要的越多越贵，是不是？1000。那要一对。1000。一对也1000。对。欢迎大神们啊！这颜色啊，果绿的非常漂亮，冰果绿，皮丘啊，老板他妈都不懂蜡绿，冰果绿嘛，对不对？那是你不懂，我不懂，我不懂就不懂了。大神们，来，四对单要一对200，四对打包580，喜欢扣5。那一对都不。哎呀，放个漏，老头。刚开播是不是支持一下？大神们要一对200，四对打包580。漂亮。欢迎大神们，下午好，大神们，有没有喜欢的？单要一对200块，四对打包580，放喽。没喜欢看老头的豆子啊，看看这对豆子，哇塞，很冰啊，没有什么杂质，很冰，色很阳。对啊，很漂亮的。对，特别漂亮，比老头的女朋友都漂亮。长度9.5的啊，宽度4.2，厚度达到一个3.0的啊，大学们，很漂亮。这对多少钱？这对480。什么是180？好讲。480。180谁要？180没人要。来，150扣5。欢迎大学们啊，下午好，有没有喜欢的可以做一对耳钩啊，非常漂亮，很干净，色很洋啊，大学们150喜欢扣一啊，没喜欢先放这里。我大皮球，这漂亮，这皮球颜色漂亮啊。欢迎大学们啊，下午好，大学们，这皮球多少钱？来，380。妈，380，你好好整。你咋不是好好整？很干净，我卡一下尺寸。欢迎大学们，下午好。11.5，宽度7.6，厚度3.0。貔貅啊，可以镶嵌戒指，100块，干。那你啥啊你？多少？这。你懂价不懂？我不懂价。放个豆。来，100扣1，放漏先亏一单，不亏钱老板不要，不要货。对，你不让老板捡漏，老板要它干啥？是不是？放个漏，很漂亮啊，大神们看一下，来100扣1了。喜欢不喜欢，大神们？
100块钱买个这个。对不对？欢迎大神们啊，下午好大神们。喜欢不喜欢老头放肉，第一单让老头放肉啊。下午好大神们。王姐能看到画面清晰不清晰，王姐能不能看得清楚啊？欢迎大学们，下午好。老头放肉嘛，来嘛。啊？看到啊，好的好的，王姐。种水确实漂亮啊。放个肉100块，干了。那100块没有？你多好卖，老头，你这不好，你今天。给你开张了，你160，160，100块，就这样。来，大准备100扣1了。先放漏几单，对不对？晚点你货来了，老板多多收你点货，是不是？你现在生意也不好，下午你又不忙，对不对？我的生意很好。我知道你晚上忙吗？你现在不忙，换点钱不是点钱，对不对？11.4，宽度7.7，厚度3.0。大学们，100块啊，这挺漏的啊，100喜欢扣一了，没喜欢咱就过了啊。来看看老头这，欧玛累，什么一个一个卖？这多少钱？800。11.7，宽度8.9，厚度4.3啊！大学们，很饱满啊！大学们，这有没有喜欢的？房子别800，800谁要？好好整，好好整，一步到位。什么180？贵？680。180都贵，还680，放喽，来100扣5，整一个，先开一单，对不对？那靠别的直播间都是卖600-700了。哎呀，你说别的直播间，你说国内平台干啥？是不是？欢迎 WSC 大，欢迎大神们啊！下午好，大神们，欢迎进入直播间啊，大神们。这下面还有一首佛功啊，铜台的，一共41个，有5个是银台的啊，颜色都非常漂亮啊，大学们，41个打包价10000块钱，大学们你们说漏不漏？全部是佛功啊，41个打包价10000块钱，大学们这有没有喜欢的？100块，没喜欢就过，整点绿货嘛，你整这个是不是？拿点绿的来。老板赞，好好整，开个张，行不行？梁兄好，你好你好 ，WSC 大，欢迎大学们啊！喜欢啥可以点菜。这首佛功确实是大漏啊，大学们，看一下，我手里面拿一点，你们看一下颜色啊。全部41个，有5个是银台的，剩下的都是铜台的啊。全部大学们打包价10000块钱，40多个，一个200多块钱啊。欢迎大学们啊！你们看一下啊，非常漂亮啊，种水颜色。大学们，一个200多块钱，是不是？这很便宜啊，很漏啊。大包价啊，全部啊，
40多个啊，大学们，41个。下午好，大学们，看一下，这个价格能买到这种颜色的啊，很漂亮啊，全部可以做吊坠的，不是滴滴猫猫的小尺寸。等一下，我给大学们卡一下尺寸啊，看一下大学们，还有5个银台的啊。镶嵌好的，5个银台镶嵌好的，欢迎大学们进入直播间啊！我卡一个，先卡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高度15.9，宽度20.4，厚度达到一个3.0，我再卡一个小的啊，12.9的高度，宽度13.8。厚度3.0，大学们，这种尺寸这种颜色，大学们你们看一下，镶嵌翻倍啊，这要是镶一镶的话啊，大学们一个卖个500-600很好卖。有喜欢的，有想打包的可以告知我啊，大学们，还有咱这边还有这么多啊，这个佛宫也挺有性价比的，大学们你们看一下啊，老伯都非常推荐的一个啊，种水颜色，大学们看一下这一款，非常漂亮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尺寸，宽度达到了25.1，高度是17.6，厚度3.2，大学们。这个货1000块钱，大学们大漏啊，1000块，喜欢扣一，这个也是大漏啊，大学们，非常漂亮啊，从颜色，从尺寸，从净度来说，这个性价比很高啊，大学们，1000块钱，欢迎 HST 的，欢迎大学们。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老头来放漏吗？老头，我那个大漏，150。什么100？我100。干，做耳钉啊！来100扣1。种水颜色非常漂亮啊！一对福豆的啊，对的，是的，HST 的，是的，是微料。微料现在一直在涨价呀，9.6的一个高度，厚度宽度4.4，厚度2.8，大学们100扣1了。HST 的，喜欢啥的可以告诉小张啊，很多都有性价比的啊，大学们。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大学们。这老头这100，这不漏吗？来，这加这个皮球戒指，来，2个，180扣8。干，老头卖不了，卖不了。是不是该放漏放漏？一个戒指加一对耳钉，180，喜欢扣8。很干净的啊，大学们，你们自己看一下啊，180，喜欢扣8。你什么情况你？你说国内平台干嘛？你管别人呢？咱这里放漏，180，买一送一。不不不要。一起嘛，干！喂，朋友，大学们180，多少卖老头？人家买东西呢，赶紧去买东西了，去啊！大学们180扣8了，来放了。没喜欢咱就过了啊，这是大漏啊，
欢迎大神们。这个哪里卖？啦啦啦啦啦！嗯嗯。好，这葫芦手链啊，也非常漂亮啊，大神们。一共只有三条这种色好的啊。只有三条啊，大神们。我找一下手电啊。欢迎大神们，下午好，大神们，欢迎进入直播间。这手链的颜色很漂亮啊，而且重水非常好，非常干净啊。你说点了。七八了。跑跑健康，对不对？下午好，大神们，来放肉了。快点来。上货，有手电没有？下午好啊，欢迎进入直播间，大师们。上货嘛，来放肉来，先弄点放肉的来。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漂亮吗？这飘花的，哇塞，国标音箱现在啊，这多少钱？11.8的长度，宽度9.7，厚度4.5，国标 S925银啊，镶嵌的啊，大学们带飘花的啊，非常漂亮，多少钱？200，180，180，来80扣8，放肉卖个多钱？是不是？大人们80扣8，欢迎大学们啊！你想了货了，这个刚想了。下午好，大神们，这个有没有喜欢的带飘花的啊？80，要一个80，我再找一个。哎，这个也漂亮，大神们，冰冰透透的，要一个80，要两个150扣5。欧玛丽，什么欧玛丽？放肉，好不好？第一单先放肉，多多卖嘛，是不是？
种水颜色个头都有啊，大学们，饱满度也够啊。要一个80，要两个150，要三个200，干就完了，对不对？要一个80，要两个150，要三个200块，冰冰透透的啊。欢迎进入直播间啊，大学们。那手电用着用着都丢了。喜欢不喜欢大学们？这很冰啊。来，这个给你们放二楼，来80。扣一，这个漂亮啊，大师们，80喜欢扣一，欢迎 CC 大 CC 大，下午好，欢迎进入直播间啊，大师们，国标 S9251五音镶嵌的大女戒啊，冰冰透透没有封底的啊，12.9的一个长度，宽度10.01，厚度达到了一个4.8啊，大师们，看这银台漂亮不漂亮？来，大学们，80扣一了啊！要一个80，要两个150，要三个200块，行不行？这么大颗粒的，啊？什么？我还给你。这里一个灯粒我都收不到，好不好？好不好？放漏好不好？别人都给你大漏了。180要。你还买一送几啊？买一送老婆，买一送几，大学们，80喜欢扣一。呀，爪子太长了，头发难看。嗯，那是单面，那是面的问题，头骨要发湿。欢迎大学们啊，这多少钱老头啊？多少钱？那2800。妈，1800贵，2800，1800都贵，2800，高度15.2，宽度23.4，厚度3.2，手电呢？多少钱嘛？很阳啊，色很阳啊，大人们，啊，妈，1800都贵，2800，800，那多少钱啊？1500，你老头你800，喜欢扣一，放动，色很阳啊，提前让他给你听，非常漂亮啊，大人。什么叫漏？亏钱才叫漏，不亏钱谁要？过千的货，来卖给你。要，有多少要多少。嗯，有多少要多少。你先往盘子里这十几个收了。我想给你卖7-8千。是，你要镶个钻卖7-8万，是不是？你说那个干嘛？谁拿你等？我们有个手电还找不着，我们三找琥珀的还找不着。真不拿你等我，大学们有没有喜欢的？800喜欢扣一。这种925银的啊，没有封底的，大学们，你们自己看种水看颜色啊，非常漂亮啊，冰冰透透的。这种女戒，大学们80块，是不是？80要戒指的扣8，要佛宫的800喜欢扣一。
你要吊坠我等一下给你打包了行不行啊行下午好大学们欢迎进入直播间啊先放这里有喜欢的告知小张好不好大学们看看他的吊坠啊有一手吊坠别解解不开解啊欢迎大学们哦妈嘞都是国标赢的是不是哇塞小钢炮嘛这单面品质好啊还有冰皇飞这漂亮啊大学们都是设计款的一二三四五六个哇塞这种水单面种水颜色非常漂亮啊大人们多少钱打包一千五一个一千五六个多少钱不是全部打包阿东打包一千五啊六个一千五六个一千五一个多少钱一个两百几不是因为人家烦人烦人去啊那你老板要知道一个多少钱吗你不知道多少钱怎么卖一个两百六他付一千三你付两百六啊你能不能当家你能不能做主好来大神们两百六口令一个啊一条你没解开吗不就一条吗多少卖哎呦别拉坏了欢迎大神们欢迎大神们下午好啊拿了可以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好好给你正儿八经给你啊450块钱多少卖种水是好滴滴摸摸的放喽来大人们一共六个国标 S925 我一相见的一千一千不行大包价六个450扣我品质的整不了整不了多少能整全是相亲品质的好不好我知道那你干嘛不相亲呢那一条银链子要多少都快一百了对、啊、那不露谁要呢对不对放露什么叫放露是不是五条还是六条六条对你算一下嘛一条多少一条260一条是180180多少钱180六条68过千了好不好6848对不对还有过千了16得6 48加6是多少450嘛来450扣我脑子有问题啊什么脑子有问题我精神有问题本钱都没有拉断了别动大家们有没有喜欢的450喜欢扣我这种水真的很漂亮啊大家们冰冰透透的啊这款式也漂亮啊大家们看一下大家们非常漂亮啊六个打包大神们一个不到80块拖钱都买不到大神们这真的冰黄的冰情底的特别漂亮啊都是锁骨链啊小吊坠锁骨链大神们喜欢不喜欢国标S925银的啊六个450喜欢扣我啦欢迎钟书江水水欢迎钟水水钟水水下午好大学们有没有打包的这是大漏啊六个450块钱国标 S925 银镶嵌的锁骨链啊小吊坠
大神们，你们自己看一下种水，看一下颜色，冰清底啊，冰冰透透，没有封底的啊。还有两个冰黄的啊，六个国标 S9251镶嵌的吊坠，全部打包价450，喜欢扣五了，放喽。穷人金毛干了，干了你就算了，干了你就算了。欢迎大神们，有没有喜欢的？没，没多多。没有啊。有没有喜欢的？来，大神们，我给你们放了。来，这个锁骨坠，来给你们放个漏，大学们，来，80扣八，单挑贵了，单挑多少钱？单挑一个，嗯，200啊，什么200贵？这非常漂亮啊，这小锁骨链啊，大学们有没有喜欢的？80扣八。喜欢不喜欢大神们？没喜欢的过来啊！放漏，这美女也放漏的，还有这么大的戒指，国标 S9251银镶嵌的，也是80，喜欢扣一。放漏了啊，大神们，大尺寸的啊，12.9，宽度10.01。哇塞，很饱满啊，厚度5.2，没有封底，很饱满啊，大学们，很冰，很干净。那你自己弄了，你一下子也，揭不开了，说你来揭揭。嗯。抢抢抢！那个袋子里装的都是这样装的，吊坠都是分开装的，非要装一起。对，我说都知道，你没跟人家说说是吗？很漂亮啊，大神们！哪是？这是刚镶出来的，哪是刚镶出来的？多贵，老板有的是钱，就怕你货不好。你多贵，要不要10亿？要不了呢？要不了，老板都有钱，没事。下午好啊，大神们。我给你们挑个漂亮的，给你们放个漏啊。其实都漂亮，真的。哪一个都比老头漂亮，什么意思？老头，你这什么意思？你放漏呢？哪个手都撑在这里？什么貔貅呢？我要货呢，这老头可不行啊，老头，你可不沾呢你。11.5，宽度10.04啊，大家们看一下。呀，冰冰透透的，80扣八。老头，你可不沾呢？你这不沾，那么大的就那么大的，一箱了都80。对。放漏吗？你看人家美女都不吭声，你那放个漏，啊，唧唧哇哇说一堆。因为哭穷呗。什么叫哭穷呗？欢迎大神们，下午好，有没有喜欢的？80，要两个，来，我再给你选一个漂亮的。哇塞，这个也好。不能挑的。不能挑，那你把咋卖？那你也不能这样干。那怎么干？那一个银铜钱都60米了，那再那就对了。收不到。那就对了。你要挑的。是不是？
一个情敌的，一个白冰的，两个150扣我。我的个妈，这么便宜。那你必须的，这么乱卖，对，现在回去多贵呀、啊！我勒个去，多贵！你要不要？便宜三个200。我妈嘞，这么性感吗？谁叫你乱来？你乱来，我不乱来吗？你等一下，你赔人家钱，人家一个要卖220，你三个200。大学们有没有喜欢的？三个200，喜欢扣一。我能你叫开，哎呀，我能你叫开，欢迎大神们，三个200块，大神们，单要一个80，两个150，三个200，要五个。你且慢，等你解开了我都不卖了。来5个300干。哎呦，你先解那下又乱了。没人要，你怕啥？你喊一个拖多少钱？嗯？你喊一个拖得多少钱？60吗？知道你啊，60。欢迎大神们。赶紧老板要那葫芦，赶紧讲，赶紧讲，老板要那个葫芦的，解不开也不行，解不开你重新给老板想一个。下午好，大神们，有没有喜欢的？喜欢啥？告诉主播，主播给你们捡漏，好不好，大神们？这个漂亮，冰冰透透的啊，冰果绿。正源10.2，厚度4.5啊，正源10.02，厚度4.5，漂亮啊，大师们。多少钱？8000。同你打烂，这8000的货，冰果绿的要8000。香精品质，香精10000多。香精卖10000多。欢迎大神们，便宜点好整方漏。欢迎 KK 西大，欢迎大神们。一口价6000吧。妈1800六。1800都贵，还6800。小钱不行，本钱贵呗。谁不行？啊？谁不行？钱都没有。这不行，那不行的。1800。1800卖不了，是不是？啊？整不了。整不了，来1500扣我。疯了。那你们都。看了1500放喽，干，对，就这样，就1500，我看一下，我再好好看一下，确实漂亮啊，大师们，现在蛋面很贵，很漂亮啊，冰冰透透的，大师们，10.03啊，正圆10.03，厚度4.5啊，很饱满，很厚装的一个，确实香精品质的啊。大神们有没有喜欢的？1500扣我。很漂亮啊。下午好，大神们，欢迎进入直播间啊！1500块，喜欢不喜欢？
们喜欢都过了。看看再找一个。嗯，以前干的，老板那个梦的。你去啥？哎，这个漂亮，冰冰透透，这个多少？说个卖价。3500。卖价。12.。12.。宽度10.06。厚度4.2。没有封底的啊，大家你们看一下，没有封底的，冰冰透透的，很冰透啊。漂亮不漂亮，大人们？妈3000，贵。仙金皮这颗粒大又饱满，肉细我跟你说。肉细。带点粉底的。嗯。稍微有一点点粉底的感觉啊。三个愣吗？哎呦啊，这老奶奶的。500。什么油麻嘞？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华侨。华侨啊，缅甸华侨。我说呢，欧麻嘞，欧麻嘞是啥意思？听不懂。我不是华侨，我听不懂。啊？欧麻嘞是什么意思？啊？你好。啊，你好。明格拉巴是啥意思？嗯，这很漂亮啊，大人们，500块买这么大一个冰冰透透的，500，可我，卖不了是没牙屋，你到底是不是华侨？你这忽悠人呢？下午好，大人们，有没有喜欢的？500扣5啊！非常漂亮啊，大师们！啦啦啦啦啦！这个便宜，这个多少钱？什么卖价？少一分不卖，是吧？一分都不带砍的。嗯。1800。11。宽度7.7。厚度4.0。很漂亮啊，大师们，来，这个放漏800扣8。放了800，喜欢扣八。这是1匹药吧？啊，这是1匹药。一点都不懂啊！你看太多了，必看的。对。所以说包包量的话，稍微说少一点比较好，说太多的话不好。欢迎大学们啊，下午好，大学们。
多吗？